那么中国的道家在讲人法地，地法天啊，所以儒释道都是讲的我们的仁慈啊，而佛法就是讲的慈悲啊，殊途同归，都是一个道理，大家明白吗？就是在学校里的老师教我们要尊敬师长，在家里要尊敬长辈，是一个道理。所以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在学的所有的法门，要自然的跟着他去走，不要硬硬的。所以很多人不知道，你硬来，你一定再好的钢，它也会折断。我们要用妙法来度人，我们要让人家明白佛法的道理，这些深奥的道理，我们心中要明白它。那么自然就是明白，什么事情来了很自然，什么时候去了也很自然。所以当时道家讲叫道法自然，实际上佛家讲两个字，我考考你们，什么字啊？随缘。想的响一点呢、啊？随缘。你们都开悟了。但是你们是顿悟，突然之间悟开悟了，顿悟一会儿就迷悟了，明白了吗？要真正的开悟，那是靠着时间，哪怕是见悟、顿悟，它都是个悟性，经常开悟才不会迷悟啊！不吵架的时候，夫妻都很开悟，我们应该相敬如宾，天天在家里好好过日子。我已经挺好了，我有孩子，我有家，什么都很好，那叫开悟。但是吵架的时候叫迷悟，如果大吵天天有，小吵三六九的话，这个人就渐渐的迷失，他不会开悟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，人在安静的时候，内心的涵养就会产生。为什么很多的法师他们很安静坐在那里，他们不讲话？正因为他们不讲话，并不代表他们不懂，他们什么都明白。他们不讲话是因为他们内心有涵养啊。我们要懂得要扬武浩然之正气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正气，叫浩然正气。当你有正气的时候，邪不侵体啊，邪的就不能来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你在学校里，你一直是很守规矩的、很正的一个人，那些坏孩子不会来找你去一起偷东西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心中常存佛，坏魔是不会找到你的。所以要五善养无浩然正气，我们要懂得要善于养自己浩然的正气啊。英国的有一个大作家狄更斯啊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你不要拥挤，他是诗人，他说你不要拥挤，世界这么大，他容纳得了你，也容纳得了我。思想王国是自由的天地，是自由的天地，追求那人间最好的一切，那才是你的境界。这句话说明什么？我们人跟人为什么过不去呢？我们为什么要看不起人家？我们为什么要跟人家嫉妒，去跟人家恨，去争斗？这个世界这么大，难道不能容忍你吗？为什么非要吵架？你完全可以避开这些矛盾，避开这些烦恼。有什么事情呢？我经常劝我的听众，如果家里吵得实在不可开交，你就到，就是我们叫 shopping 啊，你们能叫到商场里边去走一圈，看看那些你喜欢的物品，比你在家看你不喜欢的人要好。
些物品你喜欢的，他们是东西，而你家里的那个跟你争吵的人，因为他们不是东西。学佛就是要开悟，一悟百通。开悟的人把烦恼扔下，你就是开悟；把烦恼天天记在心中的人，你就跟烦恼交朋友，所以你得到的就是烦恼。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所以我们要跟菩萨交朋友，我们要皈依佛法僧，我们要懂得自心自度度他，我们要常跟这种善知识者跟高僧大德在一起，我们才能破迷开悟。希望大家跟紧紧的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，我们才能成为人间智者。所以啊，大家要记住，我们要让人的心，自己心神安定，心神要安宁。所以有一种药叫心安宁，吃了之后让你心神安宁，还有心安定都有。实际上这些药是吃不好的。当人有烦恼的时候，你到医院里去找医生，医生啊，我老公离开我，我心好痛啊，你能不能帮我打一针止痛针，让我心不痛啊？救得了你吗？心病不是靠医来学的，心病靠的是什么？靠的精神。所以我们要精神得到解脱，我们才能明理明辨是非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修心，做一个有心人，这个心是佛心。我们学佛人要去追寻学佛的人生，因为我们是学佛人，我们就必须要追寻人生。我们因为是大学生，我们就必须到大学去读书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基于人间得到的任何一丁点的小利益。我今天得到了利益了，我非常的高兴，我今天赚人家便宜了，我很开心。实际上你损失的更多。所以人要懂得，我们不要丧失了人的慧命。当你在占人家的便宜的时候，你的慧命就在流失。所以学佛人不占人家便宜，要懂得保护好自己的慧命。有了慧命，我们才能跟观世音菩萨接上善气和佛气。跟大家有说不完的话，跟大家有唠不完的嗑。我这两天曾经跟我的弟子说，那些弟子很爱师父，他们真的很喜欢师父，他们很喜欢我。他们说，卢台长啊，我能跟你多待一会儿。我说，你就是到澳大利亚来，你也不能跟我待很长时间。我们要好好学佛呀，我们以后都修成菩萨了，把你们的爸爸妈妈都超度到天上去，对不对呀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把自己修得好好的也能上天。我们越修越好，等到我们以后百年之后，我们在天上如果再能相聚的时候，我们是永远不会分离了。而且我们能够跟伟大的观世音菩萨、释迦牟尼佛跟所有的佛菩萨都在一起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很有信心，但是还要努力，明白了吗？嘴巴叫得响没有用的，佛法不是说出来的，是行出来的，是自己慢慢的修出来的。什么叫修心？修行，修正你的行为像菩萨，修正你的心越来越像佛，这就叫修心修行。